好，歡迎各位出席。咁就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咧，會為一宗無牌管有槍械或彈藥嘅案件為大家講解嘅。有請李 Sir。聽唔聽到？而家 OK， 好，唔該曬。嗱，咁咧，我今日咧就喺度咧同大家咧就報告一宗咧就係無牌管有槍械同埋彈藥嘅案件嚟嘅。嗱，依家案件咧就喺我哋香港警方國安處啦，喺今晨嘅時候咧就係去搜查一個單位喺八鄉入邊嘅。咁咧就喺間屋入邊咧，我哋咧就搜查到有一支嘅 P80 嘅自動手槍，三個彈夾。92枚9mm 嘅子彈、防毒面具、彈弓刀、鐵蓮花、對講機等等嘅物品。咁有關嗰個槍械咧，我哋當時咧係邀請咗我哋警方嘅軍械法證嘅專家咧，就作出一個初步嘅檢查，證明呢支槍咧係性能良好、具發射能力嘅。咁我哋咧亦都咧就根據香港法例第238条。嘅火器及彈藥條例嘅第13条入邊咧，就係、是、無牌管有槍械同埋彈藥嘅罪行咧，就拘捕咗一名嘅36岁嘅男子同埋一名32岁嘅女子，當時佢哋喺屋入邊嘅。咁咧就或者講多少少係關於我支 P80 嘅自動手槍啦。咁咧如果大家都記得嘅話咧，我哋喺黑暴期間嘅時候咧，我哋警方喺多次嘅行動之中咧。都係曾經檢獲過呢一類型嘅手槍嘅，咁啊一共咧係有4支依類嘅手槍嘅喺嗰啲時候，咁咧亦都係包括咗咧當時喺2019年12月份咧，就喺大埔區內咧曾經咧係有人咧係用依類型嘅手槍咧作出嘅發射。嗱，今次案件咧，我哋警方嘅調查目標咧係有3个嘅，第一個咧我哋要追查就係一個槍支同埋一個彈藥嘅來源啦，包括咗仲有就係、是。是一啲嘅防毒面具啦，因為防毒面具佢本身咧，亦都係一啲戰略性物資嚟嘅。咁佢點樣流入嚟香港咧？第二咧就係話咧，我哋今次檢獲嘅槍械同埋彈藥，同埋我哋以往嘅案件嘅關係係有冇嘅咧？而第三方面咧，我哋亦都咧要睇一睇，就係今次我哋依一支槍檢獲嘅槍同埋彈藥，係咪是否係牽涉一啲嘅計劃或者一啲嘅用途？同埋仲有冇一啲嘅在逃人咧，係牽涉喺入邊嘅？咁我哋警方嘅調查仍然係繼續嘅。咁我哋唔排除咧會有其他人咧係會被拘捕嘅。咁啊，上述兩名被捕人士咧，亦都會被通宵扣查嘅。咁或者最尾嘅時候咧，我想有一個好短嘅總結啦，就係話咧，其實喺無牌管有槍械同埋彈藥依條嘅罪行咧，係十分嚴重嘅。最高咧係可以咧係被判處14年嘅監禁。我呼籲咧有關嘅人士咧切勿以身試法。好啦，咁我嘅依個部分完啦，唔知道有咩問題咧？請有意發問嘅記者先舉手啦，攞到麥之後講一講你代表邊個傳媒機構，然之後發問嘅。第一行淺藍色衫嗰位男士。你好 ，NTV。首先想問一問咧，呢一男一女佢哋兩個之間係乜嘢關係啦？咁佢哋所租住嘅單，佢哋嘅單位係租住啊，定係佢哋擁有嘅咧？咁另外就想問一問，其實即係呢一個92枚子彈、3个彈夾同埋1支手槍嚟講，喺歷嚟即係你上都提過有檢獲過4次咧。咁其實今次嚟講嗰個數量係算多定係少咧？咁佢點樣去評價即係呢個風險咧？第三就係想問一問，即係啱啱都提過話，其實防毒面具喺戰略性嘅物資都會調查佢點樣流入本港。其實即係呢一次檢獲嘅防毒面具，同即係可能大家喺過去幾年即係見過一啲豬嘴有冇啲咩嘅分別咧？係咪喺五金鋪買唔到，所以先要特別調查咧？唔該。係。好，咁咧就以我哋而家嘅調查所知咧，佢哋我哋佢目標單位咧係租住嘅，咁佢哋嘅關係咧係夫婦。咁就頭先記者朋友咧都有講到話，究竟支槍究竟係個量係多定少咧？咁一支槍咁，我唔會話佢係好多啦，但係嗰個危險咧係好大嘅就真，因為點解咧？佢有92發子彈，
咁一支槍如果有92發子彈嘅話咧，咁我哋其實可以諗到嗰個嘅損害性咧，係可以係好大好大嘅。咁咧就加上我估都要講一講就話嗰個風險嘅問題啦。那個風險就係話你會見到我哋最近咧都有幾多唔同類型嘅恐怖主義嘅活動。有孤狼式嘅襲擊啦，亦都有啲人咧就係嘗試係用呢個 TATP 去發動一啲嘅襲擊啦。亦都有啲人咧就係去歌頌一啲咁嘅恐怖主義嘅行為。呢一類型嘅嘢咧，就係同埋我哋今日呢一個嘅行動之中搜獲到嘅物品咧，對於我哋嚟講咧，真係有一啲幾令人擔憂嘅嚇。咁呢一個咧係希望大家都要。要留意依樣嘅風險係存在嚇、啊。我哋作為依個紀律部隊，我哋會加強依個情報嘅搜集啦，加強依個調查啦。咁希望市民嘅話咧，亦都要咧，如果見到有依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咧，第一時間同我哋舉報。咁啊，依個係我哋嗰個嘅問題。咁亦都有關於咧，就話我哋嗰個嘅記者朋友有問到依個嘅防毒面具嗰個問題。嗱、啊，佢問得好好，因為點解咧？一般嘅面具咧。是未必是受到監管的，但我們今次檢取到的呢是屬於一些呢是需要領牌，是屬於是一些軍事用途的，那呢就變成我們呢是一定要追查到底究竟為什麼它可以從外國會流入到這些的、防毒面具，是還有它用途究竟是要來做什麼的呢、啊、好，麻煩下一個問題，第一行白色衫的男士，李 Sir 你好，是 TVB 的，想了解翻咧，其實係即係警方今次係掌握到即係本身已經係即係鎖定咗呢兩個人啦，呢個夫婦啦，係即係以前已經有線索係會即係追查佢哋啊，定係有冇收到邊啲情報啦？咁另外就即係頭先即係都你有講到話即係佢哋而家暫時屋企有呢一啲嘅槍械呢啲證物啦，其實喺屋入邊有冇搜到其他你覺得係會危害國家安全嘅一啲物件啦？咁另外就係想問翻，就係如果係即係因為你話今次呢個面具係即係具有戰略性嘅用途嘛？咁如果係一啲係我以前可能買落嘅，但係我係純粹可能一個軍事迷咁樣，我純粹儲落嚟，但係咁樣嘅話，會唔會都係一個違法嘅風險咧？唔該。嗯，好，好多謝問題先嚇。嗱，第一個咧就係呢一單嘅案件咧，係一個情報主導嘅成果嚟嘅。咁啊，我哋都唔方便喺度講個情報個內源啦，同埋個情報個內容嘅嚇。咁咧就但係至於頭先記者朋友有問到咧，就係話究竟入邊有冇啲物品咧係會違反國家安全嘅情況嘅咧？物品本身咧係唔會構成一個嘅危害國家安全嘅，但係物品如何使用咧就會係啦嚇。依、這個亦都正正咧係我哋今次調查其中一個嘅方向，究竟佢就希望用呢一批嘅物品係想要嚟做啲咩嘢嘅咧？有冇機會係要嚟會危害到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咁呢個係我哋一個嘅做法嚟嘅。咁啊，亦都有提及到咧，就係話防毒面具，如果藏有有冇呢個嘅罪嘅咧？我只係可以話俾你聽，根據我哋嗰個出入口管理條例入邊咧，如果係輸入呢啲嘅物品係冇呢個嘅依、这個嘅 license 嘅話咧，係屬於個罪案，係屬於個罪行嚟嘅嚇。咁啊，所以咧，希望大家咧都要留意切勿咧係藏有同埋輸入依啲嘅物品嘅。最尾嗰行綠色衫嗰位女士，上台想問翻，即係嗰對夫婦其實有冇咩嘅背景啦？又或者即係本身職業係乜嘢啦？又或者有冇啲政治？組織的背景，如果有的話是什麼，可不可以透露，還有想知道即他們有沒 有沒有情報顯示他們是即會用在什麼的地方，例如同年底的立法會選舉會不會有關係呢？嗯，這個一對的被捕男女呢就是我哋而家調查所得咧，就係佢哋本身咧都係做一啲送貨啊，同埋係一啲工人嘅背景嘅。至於佢有冇其他政治嘅背景啊，或者參與咗啲乜嘢嘅活動啊，或者再者就係話究竟佢依一個嘅物品會唔會係如何使用嘅話咧，我哋仲係調查階段嘅，仲係希望睇清楚啲究竟佢點解要擁有依一批嘅物品
这个是我们其中的调查的方向，麻烦。第二行白色衫嗰位女士，你好啊，零一嘅，想问呢一批嘅枪支系由边度引入啦，同埋有冇证据显示其实喺以前嘅示威活动都已经系有用过嘅咧？系嗱，呢个枪支咧，正正头先我都讲过嘅，我哋都想去睇一睇究竟佢嘅来源喺边一度嘅吓。嗱，呢支槍支咧本身嘅原產地就係美國嘅，咁但係究竟佢透過咩途徑，同埋係用咩方法係嚟到我哋香港嘅話咧，我哋好想去知道，因為呢個咧亦都係能夠幫助到我哋以後去堵截佢嘅來源一個好好嘅辦法嚟嘅。至於係話喺以往有冇用過嘅話咧，正正頭先我都講過啦，亦都係我哋嘅目標嘅第二，就係睇一睇究竟呢個槍支喺以往一啲嘅事件入邊，究竟有冇拎出嚟用過嘅咧？咁呢個咧，我哋都希望好快咁查到一個方向出嚟嘅。好，唔該。黑色衫嗰位女士，你好，有線電視嘅，想問翻啱啱提到個夫婦嗰度個背景咧，係送貨工人啦，會唔會都驚佢哋其實可能係一個中轉站咁？因為佢哋送貨都會接觸到好多人噶嘛。跟住另外想問翻啱啱就見到啲證物啦，有一個證物就係寫住2021年10月18日檢獲嘅，咁其實係咪出錯咗嗰個數字，寫錯咗日期？係啦，同埋排唔排除會查翻佢嗰兩個夫婦嘅身邊嘅人咁樣，會唔會有啲關聯咁樣咧？好，咁啊，佢夫婦嗰個職業啊，或者佢聯繫嘅人咧，亦都絕對係我哋嗰個調查嘅方向之一嚟噶。咁啊，因為希望睇睇究竟佢嗰個嘅接觸面啊，或者係喺其他個工作方面咧，有冇一啲線索俾我哋知道究竟佢個槍個來源啦，同埋佢個用途係如何嘅。咁至於記者朋友話咧，檢獲嗰個時間咧，就好肯定係今日噶啦嚇。咁如果因為我冇睇過嗰個證物本身頭先寫嗰個部分，咁啊應該如果係咁嘅情況咧，我會再留意一下。如果係錯誤嘅話，係手民之誤嘅話咧，咁我哋會改翻佢嘅。唔該曬你先。如果冇其他問題嘅話，咁啊記者會到此結束啦。唔該曬啊。OK。